这个东西，我让我搞一下。这是我今天自己扎的一个双马尾。调好了，这光有点不好。主要是我这个头顶是顶光哎，有点奇怪啊。打个光。先这样吧。因为这个感觉，这个口袋四八更新了之后，咋这么不习惯啊？吃我的外卖，因为我刚刚点了一个，实在是太饿了。我明天那个，我吃完准备，然后洗漱一下，我就去睡觉了。我明天有一天的戏，然后很早。我明天这怎么？我明天4:30就要起床，你敢相信吗？对呀、啊，四点半起床，然后5:30要去，5点多要去化妆。感觉这个 iPad 要这样给我打光才可以。这是我最近新发明，不是新发掘的一家外卖，很好吃。然后这家店就是没什么销量，但是被我就是发现了，它销量只有几十，但是很好吃。嗯哼。这个不是柠檬茶，这叫柠檬绿，这叫暴打柠檬绿，可好喝了。我最近天天都喝，我觉得比之前我在上海那个淮海路那边，是淮海路，就是买的那个什么暴打柠檬绿还好喝，可好喝了这个。它长这样，
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这个叫那个南昌拌粉，可好吃了。他这粉也和那别人家不一样，他这粉是凉粉，但是就是很好吃。没有给我筷子。哇哦，谢谢，来杯朗姆酒莫兰特吧，送我的小皇冠哦，谢谢你的小皇冠哦。好了，我给调个美白。谢谢你的小皇冠，我现在要开吃粉，给你们看这粉可好吃了，吃几口。因为我今天不是下午去订妆嘛，从下午到现在我就还没吃东西，就一直磨叽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吃。就是长这样子，嗯。我那天去买帽子的时候，就顺便买了这种小夹子，就可以夹在头发上。嘴怎么是荧光色的？嗯，谢谢养乐起居第一名的旺旺雪饼。谢谢你的旺旺雪饼，现在是几点你那里？嗯，我就要去烤肠，它这个烤肠也很好吃，所以就是说这家太对我胃口了。但是它就是那种，它那家店就像一个小透明一样，没有人发现，都没有什么销量。对啊，我现在就觉得，嗯，每天就是我都会点他们家的。谢谢权杖，这老板肯定都知道这个 ID， 不是 ID， 这个什么 ID， 这个名字，天天都点他们家的，而且每天点的都是一样的，一个柠檬，一个暴打柠檬绿，一个面，一个肠，每天都是这仨。好吃了，你们下次来横店就可以点这一家。叫什么？不告诉你们。
们自己去发掘吧。超级无敌好吃，谢谢伊库塔，毕业快乐！咋，你毕业了？的小皇冠，谢谢你的小皇冠。谢谢白痴的小皇冠，嗯，谢谢。好好吃啊，早知道点两分了。刚不小心滑出去了，欢迎。这家店真是百吃不厌，我已经点了好几天了，我好激动啊！每次要吃的时候我都很激动。主要是能在横店发现一家就是又好吃你又没吃过的外卖实在是太难了。谢谢一蝶。就是那么几家店吧，然后你就是都点腻了。什么东西在反光啊？哦，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这个东西在反光。为什么连这个也反光？你咋回事？可能是我这房间太昏暗了，有种就是那种我在
那种波光粼粼的大海上，就反出来这种，好神奇啊！为什么我喝这个都可以反光？谢谢仰卧起坐第一名的旺旺雪饼。旺旺雪饼，有点想买旺旺雪饼吃了。是该买了，之前拍花荣的时候就买了。小辣，没有团吃的。哎呀妈，刚刚嘴漏了一下。这么费事儿，好丢人啊！我真的没错，我今天不是定妆吗？怎么的？你们吃海底捞，难道人家不是都会给你一个肚兜吗？咋的？你们不带吗？反正我是不带。我说今天定妆。口红，这个直播的这个滤镜也太丑了吧？为什么涂出来是荧光色的口红啊？我从来都不带的，因为我不会，因为我不会把饭吃到身上，但是你们就不一定了。就是我要说我那个。没有，我今天定妆，然后我那个衣服，那衣服可薄了。我那衣服就是特别，就是我那衣服是咋的呢？它是露这儿，然后这里有个小袖子，然后整个胳膊都露着，特吓人，就冷死了。那个冬天，就是有种拍夏天的戏的感觉，就是很薄，你知道吗？就是整个这两个肩膀都是，两个胳膊都是露着的，然后。后来他们觉得就是说胳膊露太多了，然后就里面给我加了一件衣服，就是里面给我加了一件长袖的衣服，对的，然后加上之后就整个人就很奇怪，就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近呢，就是想要，就是他做的那个衣服，就是更想贴近，有点像那个动画片里面我的那个衣服，就是胳膊都露着，但是穿上之后就是觉得，太冷了，露太多了，然后就全都给我，然后就加了一件长袖，然后现在就是胳膊不露了，就是很奇怪，整个人就是。再改，不知道是，可能改了之后会好一点。19年冬天拍《如意芳菲》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冬天嘛，但是那个衣服很厚，那衣服都是那种，就是布的那种。就是很厚的那种材质，然后里面都会穿那种保暖内衣啥的，但这种衣服就穿不了，这种衣服都是纱，你知道吗？都是那种纱，很薄很薄的，很吓人，真的。那咋办呀？能咋办呀？就多穿点呗，多穿个羽绒服呗。然后去拍的时候肯定就是冷，我都能想象出来。我边拍就是鼻子冻得特别红，然后手也没有知觉，然后整个人胳膊整个。我记得之前特别搞笑，冬天拍戏的时候就是冷到就边说话边吐气，你知道吗？边。吐那个热气，就是我拍雇员的时候，那个时候冻的鼻子已经红了，鼻子红鼻头，然后说话还冒气儿，我真的是太，我真要笑死了。谢谢气球小熊。就是一场和小鞠一起的戏，就我俩边说话边冒热气儿，贼搞笑。而且我还是会那个，就是鼻子冻红的人，我就顶着个红鼻头，然后吐气。感觉这部戏也要吐气了，而且你们，而且我肯定会冻得鼻子红的，我就是红鼻头肌肉。我已经想象出那个画面了。所以希望赶紧，最近还没有非常非常非常冷的时候，赶紧拍一点我的戏。我明天有，好像是有8、9场戏吧，还挺多的，就一天从头到尾，好紧张啊。哎呀，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紧张，可能是第一次演这么坏的人吧。不是第一场戏，是什么20多集、30多集的戏。
美，嗯，我加油。的确，我演的这些角色感觉都，每一个角色都不一样，都很反差。美就能被原谅，的确。就是比如我看个电视剧，它长得很好看，我就想坏就坏吧，哎呀，好看就够了。如果它长得就是说长得又丑又坏，那我真的就是说，嗯，就是会很生气。阿元其实没有很坏啊。但是这个基隆就不一样了。我们基隆他就只有一个目标，一心就想着要把大家全都杀掉。对，他就是灭霸。的确，事业女性。就是这种爱情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啥都不是。嗯。天呐，我的口红又被我吃掉了，怎么回事？我已经吃不下了，可能是跟你们在这唠嗑唠的，我都吃不下。我什么时候老演坏女人？从没演过坏女人，第一次演。我觉得坏女人挺好的，我挺喜欢坏女人的。结局啊，结局，结局怎么说呢？嗯，
结局就是我统治了雪鹰岭，我是雪鹰岭的。对，我是新领主，基隆领主。差一点儿，差一点儿。而且我居然就是他，我居然活得比在动画片里活得久。我在动画片，我看动画片好像是20多集就20多集就死了，但是我在这里面就是。就是。活得很久，比我想象的久。好像是一共，我们就是一共有40集的剧本，这是不是不能说呀？我好像剧透的太多了。就是一共40集，我活到了38集。然后吧，最搞笑是什么？然后我活到38集，我40集又出现了一下，就很搞笑。算了，这不能再说了。吃饭，吃饭。我也觉得，我在想这个演这个坏人，演坏人真的挺难的，可能就是要从生活中，就是那种眼神什么的，就要先练起来。行，我现在演不出来。
没有很凶的好吧，我那是可。好搞笑啊！救命啊！好像有点不奇怪啊。其实我觉得鸡绒还挺适合织双马尾的，但是古装好像没有扎双马尾这一说啊。鸡绒就是小女孩，对，反正她很小。她应该是。她应该是最小的女生了吧？一不小心就是说又吃了个口红，她不是16岁吗？16岁吧？我也不知道。去吧。16岁比我大了，我几岁啊？我10岁，还是9岁啊？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就是说。3岁有点过分了吧？而且我明天，就今天还试了一个厨娘妆。就是我明天要做饭，我明天要在雪莹岭做饭，然后我做饭呢就要穿着厨娘装，还要穿一个围裙，特别搞笑。什么下毒？不是下毒，我会做饭的。想不到吧？我们小小鸡荣还会做饭呢。就是要给大家做菜吃。太专业了，还整个厨娘装，还整个围裙啥的。我会做一点点啦，会做的比较少，就是说会做那个什么玩意儿，西红柿炒鸡蛋，还会煮方便面，还有那个自嗨锅，怎么了？
自嗨锅也很厉害的，好吧？它是有成，就是有步骤，一步一步的。有的人他的确是不会。西红柿炒鸡蛋我也会啊，以前会的，现在主要是好久没有下厨了，也不知道。反正练一练就想起来了，哎呦，我的那个打嗝了我。是先那啥玩意儿，先把蛋打了，然后之后然后切西红柿，然后怎么的来着，然后把它放在锅里，然后哎呀呀呀，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然后我们的西红柿炒鸡蛋就做好了。对对对，要放糖，我知道。都要放的呀，要放油，要放糖，要放盐，要放。放酱油，香菜是不可能的。谁家西红柿炒鸡蛋里面放香菜呀？那一定很吓人吧。我还会做那个凉拌西红柿，我还会做那个凉拌黄瓜。然后还有那个，谁来着？你没吃过吗？凉拌西红柿，就是甜的那种，很好吃的。其实我还会做凉皮，但是。就是以前看买凉皮的时候就学会了，就是他们先拿一个皮，先拿一张皮，然后把它剁开，然后剁成一条一条，然后放料，然后搅拌就好了。我也会，只是我没有这个东西，我没有这个凉皮这个东西。我还会做卷饼。那个肠粉我也会做，都是在横店学会的，就是看，就是买的时候就看人做，哦，原来是这么做的，哦，好简单。卷饼就是先弄个饼，先烙个饼，然后烙出来之后，然后你要什么菜，嘚嘚放进去，然后把它卷起来，就好了。然后肠粉也是，肠粉是怎么的来着？反正都是要，我真的会，只是没有实施过。刚刚有消息。给大家看，这是我刚刚做好的菜，做的这个菜叫做南昌拌粉。
五分钟我就走了。哎呀，还要去洗澡，还要洗头呢，我的天。你还要背词，因为明天太多场。好羡慕那种就是说现场背词的呀，我就不行，我必须得晚上先背，晚上提前背，然后每天早上化妆，边化妆也要边背，然后在车上也得背，然后去了现场还得再背，我每次都需要这样。要背好久，我就是走戏的时候我也得在背，一直在背。对，见底儿没了，已经，你看，就还有一点点，太好喝了。我明天要肿，肯定怪你们，都是因为和你们一直唠嗑，我才一直喝喝喝，然后导致我明天肿了。快点保佑我吧，明天千万别肿。因为我看剧本，就是基荣他就是一个，就是表面上不是表面，就是前一秒和你拥抱很开心，然后后一秒就是变成坏笑了，吓人了，这不会变成分裂吗？我的天啊！我不会坏笑，是吧？这不就是那种，你们喜欢就行，其实我也挺喜欢的。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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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走了我走了，你们自己想吧。不能提前跟你们练，这是秘密。那我走了哟。希望我明天拍摄顺利。好了，我走了。